你要握手。握手。刚刚握手耶，好棒哦。就不会。你弟弟啊。他身上都是肉泥。爽成这样，我们可以看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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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超级大的外出笼，嗯，还有没有走动？再让爸爸睡一下吧。嗯，快起来。那个床而已啊，不能赖床。嗯，那我起来，我起来，我都要起来。这东西真的。嗯，今天开心吗？喂，你吃饭。这个吗？昨天睡房间的，啊，没有睡房间的，进来吧，来吧，请进，请进啊，哲哲，进来了，啊，那哲哲你先吃，欢迎收看猫猫们，今天呢算是这一个月来比较没下雨的一天了，然后趁着现在没有下雨，再带他们出去走走逛逛。然后刚好呢，我在淘宝也买了一台新的宠物车，那今天就可以出去试试看喽。我每次出门前，我帮你准备的衣服，我们梳个毛，我们整理一下那身衣服好不好？你先不抬头，我们穿这件好不好？擦一下好不好？我们擦干净，我们再出门。好了，你在这里等。现在换 Kiki 啦。然后这一件呢，原本其实是熊熊专属的，但熊熊现在已经越来越大只了。熊熊昨天量啊，已经到4.8公斤了，是现在所有猫猫里面算是公猫的第三名了。Kiki， 我们穿很快。好了，穿完了。熊熊，他出去了耶！你怎么趴成这样？现在换林熊熊啦，林熊熊是最大件的给你穿。来，林熊熊，你怎么出门呢？每天都要晒太阳的你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要走。那你配哪一个？我的熊熊在。啊，我刚忘了帮你带。没有一只有带，熊熊先带。笨笨。那里看起来很不悦，他觉得他怎么没有第一个先带？好了，好了，看 KK 有多可爱。好，最后一只林豆豆，我叫林豆豆，你们这么多人讲话，你要去穿衣服了啦，林豆豆。以防万一，我知道你不会逃跑，可是你还是要穿，你要穿 ，KK 就是要穿。啊这里动，这个洞，对，这样子，要松一点，宝宝调松，宝宝调松，好，不要动，让我扣起来再走，好了，结束了，好，我上电话，好，我们就这样出发好不好？准备一下他们出去要用的，两包肉泥，水，垃圾袋。卫生纸，然后他们最爱冻干，然后还有两包简便的宠物用湿纸巾、饼干，然后还有让他们放松的冲阴果，还有他们的牵绳，等下猫咪挂。啊，出动这个大箱子啦！当当，我们一只一只进来，这个位置。林小小，到你了啦！哎呀。你不要乱爬哈！嘿嘿嘿嘿嘿，嘿嘿嘿，挣脱术，那我要帮你绑紧一点。
李准兄，你也不行玩挣脱术，你也不行玩挣脱术，那我先盖起来。豆豆，好来，四肢非常大的空间。哦，这一个人没有办法拿。这边大概有20公斤吧。就我们一出门，就开始下雨了。Kiki 啊，你怎么这样子趴在你阿妈身上？根本你就这样让她趴着。那你，然后你趴在豆豆身上，你在玩哪一招？超级大的外出笼，我们现在出太阳了，开心吗？林熊熊，你等一下可以下来走走了。你等一下可以下来走喽，林熊熊。你豆豆也醒了，林琪琪。妹妹，现在在中山堂探班，探完班再带你去走走啊。他要下来，他说我可以下来了吗？走。因为很多人在玩滑板耶，林熊熊。我都自己滑板耶，你会不会，林熊熊？你有办法吗？那边便便，那边便便，不要过去。林熊熊，过来，爸爸这里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叫这么久才过来。我们去别人逛，走。啊，你来找爸爸了？不是，你是经过。那什么都跳上来了？不准给我跳下去大便那边哦！我们现在是在中山堂，跟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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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玉空丁，我不管你哦。我们可以看，不要！感情这么好哦！林笨笨，对，林笨笨，对，他跑得长一点，他是蛮弱的。你躲车里干嘛？我先生是黑。他是领养的。因为他少一颗眼睛，对，手术刚做完没多久，然后手术完之后，现在就整个慢慢恢复中。这样也很不错。大道，你逛逛了，你很久没有走走了，走。你不运动吗，豆子？豆子喜欢在爸爸肩膀上，豆子不运动。来，豆子来，那你上爸爸肩膀，来，豆子来，你上来啊。豆豆不要，豆豆看哪里啊？没东西啊，那里没东西啊。像抢牙嘛的。一直跟你哥哥抢，你弟弟啊。他手上都是肉泥。抢成这样，熊熊来，补充一下。我们要准备出发下一个地方了。好了。不给下来就生气的林熊熊。补充第二段水分啊，又被 Kiki 发现了， Kiki 又要抢了。来，剩下来给你。这朵也是白板。然后去哪里？我们去找林熊熊，走。哎呀，又有一只。看林熊熊，看林熊熊。啊，这边就不会热啦。带他们来逛，放心，会围观喽。这边现在车太大，你们在这边等爸爸好不好？帮你去挑东西好不好？好吗？爱生气的熊，
他现在改地方，改到这里来了，剩这两个而已。上次买回去玩豆豆就玩坏了。这个我们家没有。哦，上次是这个，好，换一个不一样的给豆豆，一包就一张。对，这个其实也不错。但是因为我们那台推车比较大，所以就不要把他们推过来，怕挡到人，因为现在人蛮多的。创 Q 我觉得还蛮棒，他这边其实东西都还蛮有特色的。买一个风扇可以夹在上面，他们吹。我们如果在使用电源。就可以边冲边给他们用。那你要握手？握手。握手。刚刚握手耶，好棒哦！不会，自己摸到他的球球。对啊。对啊。好棒，会神奇。马上试用，看等等。这样 OK 吗？等等，这样就不热了吧？走。逛街。你可以不上来看吗？你要自己吃是不是？你有这么饿吗？我们今天有运动啊，这个不要了，我刚吃两颗，分分出来只是用你不吃其他的，就是刚才吃了两颗就不吃了。林豆豆。整台推车啊，你占一半位置哦，然后后面三只挤在一起。怎么办？这边没有哎，那边有卖可爱的。我在屋上买，然后好像它是可以磕的。对啊，我看看还可以磕的。现在走走吗？你要现在走一下吗？不回家，还要继续逛啊？累了吧？你还不累哦？你要回来了没？一直逛。今天逛得够吗？还要下去？没有了，没有，我们回家了。这里还有猫猫在等你们，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，好不好？跟大家说拜拜了，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了，快点跟大家说拜拜，跟大家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他不开心，他还不想走，他还要去，我怕他要跳下去。没有了啦，我们走，不管，我们要回家了，拜拜。范范超级开心，范范最喜欢爸爸摸他了，大家都躺了，只有笨笨没有，好可爱。